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今天表妹来了，说想去捡泥沙的鸡蛋，也拿来煎，还要摘木瓜，现在我就带她过去了。好大，可以吧？这个也可以了，因为表妹刚从广东回来。这个就摘它拿回去留两天就可以吃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是菌。你看这段时间老下雨了，都伤出来了，不过不可以吃哦，好多菌都不可以吃的。鸡窝在哪儿？鸡窝在里面，那里还有荔枝。终于在这个屋里面捡了几个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给我来拿，挺重的。他在大城市里来，比较文静，不是九妹就不羞辱。来，表妹，你去割韭菜，我在家里削木瓜，两个人配合哈。去吧。这木瓜好啊。表妹就放这里，我等一下清洗。表妹说减肥就不杀鸡了，那我就不杀了，不要说九妹扣啊。就排骨喜欢吃吗？红烧。他好喜欢吃红烧排骨。姜还有蒜头、辣椒，放点水，好吃啊！放点酱油。韭菜煎的鸡蛋是我们小时候，哪一家煎的话都会哪里都飘香了。一看到这个菜，就想起小时候有这个菜已经很丰富了。
已经煮好了，再炒个青菜就可以开饭了。不知道合不合适表妹的胃口哦。喜欢表妹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啦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，关注巧妇九妹。